汉语水平考试三级标准教程第五课阅读第三十二题。现在的小胖子越来越多了，因为现在的孩子吃的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不爱运动。吃饭的时候不爱吃菜，只爱吃肉，还喜欢吃甜的。这样当然会越来越胖了。问题：小胖子们 A 爱吃菜， B 爱吃肉， C 爱运动。请回答下面的问题。一，为什么现在的小胖子越来越多了？因为现在的孩子吃的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不爱运动。问题二，小胖子们喜欢吃什么？他们喜欢吃肉，还喜欢吃甜的。问题三，小胖子是什么人？小胖子是很胖的小孩子。